秒懂百科，世界如此简单。何穗出生于温州，中国模特，第十二届中国模特之星大赛冠军。2001年，作为开场模特亮相秋冬纽约时装周，为拉夫劳伦走秀，接着成为谭艳玉的开闭场模特。美丽的东方面孔以及优异的身材比例，使她成为继刘雯之后第二个登上维密大秀的东方超模，并连续五次登上维多利亚的秘密年度大秀，出演过电影《何以笙箫默》，参加了《奔跑吧兄弟》第三季。2015年4月，何穗晒出一张登记日期2014年12月27日的结婚证，美丽的东方天使已找到了幸福。